看到捷克智库主任呢在推特上面发布两张挺台湾的图片，还说一定要拜托大家分享出去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主任杨达在推特上面贴出的两张照片，其中一张左边是红色的中国，右边是绿色台湾。可以看到呢，图中写着说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，台湾从来没有一天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而第二张图片呢，可以看到是红色的地方呢是中国，蓝色的地方是台湾，甚至呢你可以看到旁边还有特别的注记说这是台湾不是中国，拜托大家一定要来分享出去，也让不少的民众看到都说真的是太感动也太暖心了吧。